请问昨天入院的林渊是在哪个病房？我是来探病的。Este muchacho me llena de orgullo。402病房。嗯？你看着很眼熟啊。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新闻上说的那个 Cindy 的男友。Ya, ya no digas nada, ya.Ya nos exhibiste. ¿Qué es eso? ¿No es que eso es una confusión? Yo, 402 病房也是女孩子。难道你又放两条船？ Eso a ti no te interesa. 听我解释，我。班长，你给我送笔记来了。Qué buena onda. 啊，还是林渊你厉害，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没什么，没想到你会来。还带这么多水果。其实这水果是雪梨特地让我买给你的。啊，干嘞。是他让你来的。嗯。La waifu。La decepción。La traición, amigo。雪梨本来想来看你的，可是他妈妈管得太严，燕莹回来就不准他出门了，所以让我带他来看看你。Vaya, eso explica muchas cosas. 雪梨身边没有什么朋友，或许是因为她害怕受到伤害，所以才在大家面前表现得这么冷酷。不过现在好了，她身边多了你这个朋友。自从那天晚上之后，雪梨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和雪梨都谈了些什么呀？ Es una muy buena pregunta, la verdad, y no sé qué contestarte.Al día siguiente. ¿Es Haoyi? ¡Haoyi! ¡Chinada! ¿Sabes si amo ya? ¡Oma, tai gofen la! ¡Yen yin jisou zhihou jiu bu yunxi wo chu men! ¡Rang ni jiu dong la! ¡Qué suerte tienen algunos! ¡Xueli, ni bu yao zheyang! ¡Tong xun dong kan zhe ne!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在一起那么久了，亲爱的，你就别装了。我知道你也很想我的，对不对？不是啊 ，pobre hombre， 雪梨啊，雪梨，你快放开啊！Seis horas y media después， 好意，我放学了，我就知道。好意是关心我的。最近一段时间，记得随身携带手机，不要一个人去人少又偏僻的地方。还有啊，最好经常用短信向我汇报你的位置。Ese es un verdadero hombre。好意竟然主动要求知道我的行踪，他终于接受我了。哇，快看，向门口来了个大帅哥！哇，开着豪车，还有鲜花，我这是在等谁呀？欧阳雪梨，雪梨，好久不见，你还好吗？La waifu. Tengo miedo. Corre, no mires atrás.雪梨，见到我这么激动啊？跑什么？我又不吃了你。你想干什么？别这么冷淡嘛，好歹我们也交往过。
干嘛？我没别的事啊，只是想请你帮个小忙。我想，凭我们俩的关系，你一定不会拒绝我的。Respétamela, respétamela。希望你妈妈的公司支援一下，反正是互惠互利的事，对你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吧？好，我回去问问妈妈。真是不胜感激，我等你的好消息。Nosotros. No te lo perdonaré. ¿Cómo te atreves? Mañana. 滚出去！小姐，怎么了？夫人，小姐她有。你下去吧。是。雪梨，你又在发什么神经？No me creería si te lo dijera. ¿Huh? 妈，我觉得有人跟踪我。你又发什么神经啊？是真的，真的。随便你，你不去学校和江浩一腻在一起更好。怎么办？我好害怕。¿Por qué me persigue la desgracia?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伤疤，如果你不去正视它，不改变自己，也只会重蹈覆辙而已。试着改变自己吧，从现在开始还不算太晚。杜雨泽，我不会帮你的，你找别人吧，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Esa es mi chica. 那个叫江浩一的。你想干什么？别紧张，我只是在想，我见不到你，还不能见见我可爱的江浩一学弟吗？学弟，你今天要是不出来，就永远见不到他了哟。Esta historia continuará.Si te gustó la cochinada, deja tu like, suscríbete y recuerda, si ella no te ama, no importa, porque yo sé. FBI, enviado aquí al mejor agente.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